小，然后再穿过去，然后再泡水，它会膨胀回来。那如果我们知道这种科学的那个方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工艺品，也就是说很多我们做的东西是富含有科学的精神在里面的哈，这是其中一个哈。所以它小的材料，大的东西才可以穿过小的东西进去啊，包括这只大的也是。那我们的木材里面还有包括很多是竹子的哈，竹子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做成不同竹子的这个成品，哦，就是呈现在这边。